各位，海外關心台灣政局的華僑，尤其是波士頓、洛杉磯、舊金山的韓粉，注意一下公正客觀權威，自媒體中的 Washington Post、 New York Times。 占美亨廷顿嚟啊！哇，真係好笑嘅啫！今日嘅題目咧就係咧就係趁住啊，第一就去打波嚇，做翻呢個十零廿分鐘嘅特輯啊，同各位分享啊台灣如今嘅政局。咁啊題目就係Mother Bumper，喂呢個經濟學人啊認證咗啦嚇。咁啊我記得三輪電視台咧就係譯呢個 Bumper 就係白痴，咁啊余光中咧仲啊嗱好情面 Bumper 喺英文裏邊都唔錯嘅，咁咧大家都係笨蛋啊，都接受咗啦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啊呢個題目就係啊，try the conqueror， 哇 conqueror， 哇征服者喎，啊！ 蔡英文啊，咁啊，成個題目咧就係啊 ，Mother Bumper 含板橋雙雄於不義，誒恭喜 ，Try the Conqueror， 哇，蔡英文啊，勝利者啊，今日題目咧就講咧就係，唉。 馬先生掂㗎，2016啊都游唔順，游信唔到啊！嗰啲啊，阿朱、阿黃、阿吳啊出嚟選總統，然後處處借出嚟，冇一事難成。跟住又換處，加上嗰啲咩，嗰啲智庫，輸到撲街啦！2016就係呢班人，而家又度個橋出嚟。 嗱，我唔怪佢，咁啊坊間傳說啦，係嘛？馬英九啦，啊，霍，你學老人家冇係，佢仲有病啊，冇係提佢名啦，係嘛？又佢公子代表啦，係嘛？通五三人密商，要救中華民國，所以拉啊，Terry Kok。 郭台铭出嚟，唔知咪要郭台铭啲钱够唔够，或者个人够唔够，或者两者有之啦。但系你点处理啊？呢个攻下15座城池嘅唯一大将，国民党唯一大将，卖菜农，你点样处理嘅？ 你睇佢哋低劣嘅手法，喺度冇人去嘅垃圾堆填區，民進黨民主勝地，哇！俾買菜咯，一瓶礦泉水，一碗滷肉飯，哇！打到民進黨，哇！ 差唔多成日一口氣嘅，我哋 call 呢個嚇賴神嘅説話，跟住點啊？喺三重，係嘛？台南，哇！差啲點啊？斷埋民進黨一口氣嘅呢一點咧，最知就賴清德啦，賴清德感受到危機嘅，即刻準備奪權嚇。咁呢一點咧，你問問傳媒人啊，資深嘅傳媒人。 張友華先生就知道，韓國如果威力啊，而家仲有你睇睇，民進黨咪差啲分裂啦！哇，不過民進黨高興啦，見到佢哋咩啊？大家形勢一睇就知啦，所有民進黨裏邊啊，差唔多99%人啊，一聽到郭台銘出嚟，鼓掌啊，真係夾到鼓掌啊，相應。 郭台銘好打啊嘛～
吳敦義呢個古仔，呢個咩啊？唔記得咗個咩白咩義啊？有個名㗎，唉老啊，真係唔記得咗中間咩字啊？就係啲大家連結啦，白咩義啊叫，即刻感受到啦，即係改有改係嘛？我哋徵召賣菜落入初選，哇！呢啲就係呢啲智慧真，所以我一早判斷咗係嘛？啊各位睇我啊，有 record 㗎啦，大馬翼。海外只有我一個，看看是不是怎樣，一二三票，希明入住白宮，不是入住白宮，入住布城，跟住海外是不是，口珠不伐黃丹，是不是，你看這些個偏見是不是，馬賽郎點點又學識不夠又年紀老，不是直斥其非，是不是第一個。看到咧就係孫中山嘅國民黨咧，如果唔出聲嘅話咧，佢力捧呢個賣菜郎嘅話咧，俾民進黨踢走啦！你睇睇咁嘅料，你睇睇嗰啲啊，馬國吳嗰啲咁嘅料，加埋嗰啲乜智庫啊、蘇起嗰啲咁，已打到國民黨智庫，輸到撲街2016億。現在又出來打息了是吧，部署Terry國出來又趕這個趕這個怎樣賣菜郎鎮守高雄，不要緊，但你做事做得圓滑一點是吧，是吧，你連推 Terry 出來都未通知，沒有通知賣菜郎，只要我判斷有沒有通知賣菜郎知道，知道他推 Terry 出來，賣菜郎都有啲點啊，有啲人幫佢做事噶。但係咧，我覺得咧就係板橋雙雄啊，郭台銘啊，同埋佢團隊喺呢個經濟啊同埋做生意方面，當然係高手。我睇個選舉未必，你睇我哋啲啊精研噶嘛嗱 ，OP 點樣贏出啊？喺台北市啊，得到姚立明呢個軍師啊，大勝財雄勢大嘅連勝文。我奉勸咧就係、是、嚇、Terry Kok 嘅集團啊，應該去研下精研嗰個 case。不是啊，喂，那個小眼睛小鼻子黃丹的皮的啊，哇，國民黨啊出這個 Terry Kok 好啊，民進黨會大勝啊，說他拋棄了韓國瑜啊，你連這些小鼻子小眼睛充滿偏見都看到這一點啊，那這一點呢白咩爾都看到的，如果不是的話，喂，聽你講出嚟，睇睇啲韓粉啊！我亦都提一提啦，呢啲喂 Terry 啊，嗱，你有大數據，你分析下分析下，韓國瑜之所以贏嘅，依靠你國民黨人投票係幾多先？你睇睇，咁啊，非國民黨人投票係幾多？你只要睇睇，一睇一放出嚟就知啦。Terry， 你冇 Daniel 啊！幫你啊！我講過呢樣嘢係嘛？你板橋雙雄咧，合則無敵，分則必敗。你啲高人嚟㗎，唉 ，Terry 啊，你做大數據嘅，喂，最先進嘅電腦喺高雄，你分析下你自己。我希望你做兩件嘅，第一件研究一下啊，賣菜郎之所以贏啊！他的選民分佈國民黨籍或者民進黨籍，或者中間選民是多少的，你自己分析一下，大家知道他弱是就是年輕人那份20到39 OP 最厲害，是不是這件事，你打出來為年輕人就業創造機會經濟未來，我知道你有智慧，但是年輕人的牌補韓國瑜的不足
我相信咧 ，Terry 你出嚟嘅話，你爭取到呢個年輕人嘅票，啊，同埋高學歷嘅票，呢個就是韓國瑜啊，啊所最缺乏嘅。所以你兩個夾埋，天衣無縫。哇！你睇睇嗰啲啦，你睇睇而家最近嗰啲啊，民進黨 attacking dog 啊，係嘛？準備喺台南選立委嗰個姓李噶，哇！嗰種高興，我冇講名，我冇幫佢宣傳係嘛？嗰種高興啊！所有啊，民進黨 attacking dog 啊，哇！因為啊，佢由而家有可能見到你哋國民黨咁低能啊 ，mother bumper 去領導啊！唉。仲有啊，我睇一睇啊，國民黨啊，以前喺馬板啊辦事啊，嗱我冇講名啦，姓徐嗰位小姐，嘥氣啊，唔好出嚟亂講嘢啊，使到韓粉啊，而家韓粉咧都完全啊啊，唔會話唔投 Terry Cox 啊，如果假如佢出嚟。冇俾呢一個少不更事嘅靚妹趕走曬啲韓粉，我講過你研究下啦。韓國瑜點啊？用真心啊換到啊點啊？大眾嗰啲攤販、漁農、失學、失落嘅年青人，被民進黨忽略嗰一群啊，仲有。小企業主，呢啲就係點啊？國民黨啊，亦都長期忽略嗰班人，賣菜糧啊，就係點啊？團結到呢一班人，而家又係佢嘅忠實嘅擁趸，呢班啊，呢班啊，嘅民心啊，唔係點啊？唔係可以用錢買到嚟，係經過三殺。一齊用點啊？血汗淚去凝結出嚟嘅，即係點啊？喺梁山裏邊最易過嘅，我用呢個通俗嘅説話，唔係啊，用錢可以買到翻嚟嘅，而且冇乜時間。你睇 OP 點樣贏啊？財雄勢大，亦都得到中共 blessing 嘅年假。哇！呢點我欣賞啊！啊，連家好似冇插手喎喺呢次，淨剩翻個 bumper 嗰班友啊，馬國吳嗰班友，連家好有欣賞，胡志強我都欣賞。咁啊點樣啊？呢明眼人都唔使我哋咁高智慧講啦，係咪啊？郭台銘啊！亦都係點啊？假如佢出嚟選嘅話，就係最需要韓國瑜後邊呢班被民進黨忽略嘅攤販、小企業主啊、北漂嘅青年、漁農户啊，而家根本韓國瑜現成首相就有呢啲啦，係嘛啊？喺梁山聚過二呢班人。呢班韓粉，兩個一夾咪掂咯。所以啊，喂 ，Terry， 喂，郭總，啊，仗嘢冇乜資格咁，好似好親密就同你叫 Terry， 啊，喂，郭生，郭總啊，你兩個根本同學嚟噶嘛，唔係咁難啊嘛，坐低自己傾一傾密針，搞掂曬佢啊嘛，以前都有默契噶啦，係咪？冇俾。Mother Bumper 害死啊！啊，咁你睇睇啊，係咪呢啲咁嘅政治智慧？我唔係一早講，唔係韓國瑜出嚟，民進黨啊，一早趕啲兵翻去啦，大陸啊，係嘛？啊，高人唔使講咁多嘅角色，係嘛？你研究下 all peer case， 再用大數據分析啊，睇一睇。後邊支持啊韓國瑜啊勝選高雄嗰翼嘅嗰啲選民分佈，國民黨人佔幾多，民進黨人佔幾多，
年輕冇黨籍嘅人佔幾多？你分析一下，仲有睇睇韓國瑜嘅戰法點樣贏？哇！呢、這、一個真係選舉史上必讀嘅 case 喺台灣選舉喎，佢造成嘅旋風啊，勁過 OP 嘅。OP 出嚟嗰支白色嘅旋風，仲未打冧國民黨係嘛？韓國瑜嘅旋風啊！差啲毀滅咗民進黨，你睇睇嗰種分裂啊嘛！而家高興啊，可能促成咗啲嘛？蔡賴佩啊，再重新復活啦！仲有一點，郭生你留意一下，你留意一下，而家白六合啊，必殺啊，必殺國民黨任何一位啊！啊，郭生或者你韓國瑜出嚟，你睇睇啊！所以部署咧，民進黨三家獨，同埋最強嘅蔡賴合有機會啊！因為睇到你咁低能嘛，媽咪 Bumba 做領袖出嚟啊！呢場領導呢場選戰推入嗱各種出嚟合理啊！國民黨又需要金主啊嘛，係嘛啊啊！如果假如能夠收復咗韓國瑜呢個大將無敵，呢個大家知道，明眼一睇就知啦。你做得咁絕劣做咩啫？啊！部署推出嚟，各黨又唔考慮韓粉嘅感受。韓國瑜啊，夠義氣，雖然係可以屈辱吞呢一波啦。韓粉唔係啊！在梁山聚過義的韓粉不是啊，一推出來之後感受到威脅嘛，那些什麼立委議員被人韓粉打到爆啊，電話是吧，又改口徵召初選，哇，這禮拜又真的幫到預料是這麼低能的了，是吧，真的原來真係低到咁樣，一手好牌打到氣不冷，兩個強 ace 當嗰啲垃圾嚟打，唉！即係我呢個睇到呢、這個，我哋精研㗎嘛，每一次嘅 case 啊，選舉嘅 case， 大馬 OP 啊，同埋呢個韓國瑜嘅 case 啊嘛，精研呢啲咁嘅 case 啊嘛，係嘛？呢啲無能，呢啲白痴。喂，呢個 Bumble 有人譯做白痴啊！呢個白痴集團啊，真係。由馬先生領導，喂，得罪馬先生，唔好意思，真係。北京就學人都係咁用，咁用啊！呢個字啊，可以解 Bumble 白痴嘅，好啊，白痴集團啦，誒，暫時容忍下。你唔容忍，拍個視頻解釋下啦，係咪？冇輸埋啊！孫中山啊，建立的中華民國啊，馬先生想清楚啊，快啲組合啊，啊板橋雙雄啊，唔係咁難噶，啊請一請兩位嚟傾傾，呢點我睇就係韓國瑜，我一早講係嘛，唔聽我講啲高人講係撲街係嘛，我落重話，想選又唔選，我一早叫你係咪去登記攞表睇我啊？視頻講咗，二月又講一次，三月三日又講一次，二月廿七又講一次，二月廿七講一次係咪？要操之在我啊！千祈唔好俾白乜嘢控制你啊！係咪啊？一早攞表係咪？要登記啊！你想選嘅話，但係你嘅心意不堅，我睇到你想唔選啊嘛！啊，所以你今次唔選就乾脆啲談妥條件啊！以呢個勢力梗係講，當然可以攞到條件啦，係嘛？幫幫你師哥，啊！你想選就跳入去啊！你而家咁啊，錯過咗時機。你聽我講係嘛？二月廿七日拍嘅視頻係嘛？啊！一定點啊？打江山啊！自己要點啊？操之在我，要去報名啊，攞表，跟住三月三日又提你。看看我的視頻，
所以你而家應該點啊？迅速同你師哥傾一傾先，唔係好難啊嘛，大哥呢件事，揾個藉口咯，仲要投資咩之類請教佢咯。我知道你有量度係嘛？一翻嚟喺機場即係讚佢呢個係咪點啊？不可多得嘅人才啊，上通天庭咁嘅意思啦，即係尊重你師哥。所以啊，你想登大位，我覺得啊，郭生。你應該有兩度，即刻揾你個師弟傾一傾，解決自己內部嘅矛盾。啊，呢一次咧，啊，嗱，我判斷咧，本來啊，韓國瑜咧，佢心意不堅，唔想選嘅。如果有選嘅意思啊，而家要出嚟選啊，去徵召你初選啊，時機錯過咗啦。之前聽我講唔使講啦嘛，我都話啦，你一定要點啊，快刀斬亂麻，自己準備話要啊，向天下公佈，我會登記，會報名啊，咪掂曬咯，所有麻煩唔使俾呢一個 Mother Bumba 呢個集團操縱你啦，係咪？玩你啦，係咪？啊，錯咗時機啦，我覺得你咧就係、是。二手高雄啦，又二手高雄未必啊，等於點啊？你會輸噶，未必等於你輸啊！你健康長命，四年八年後東山再起，選總統啊，係咪？所以咧，韓生最緊要呢個時候啊，聽聽我講。你的時機咧，呢一次你想2020出嚟咧，錯過咗，你自己負責任啦，你自己係嘛？啊，郭先生，我唔理你有幾多錢，民心啊，唔係用錢可以買到你嘅，所以咧，我咧就係、是、啊。我哋當然唔敢奉勸啦，你郭生咁高智慧係咪？俾少意見，兩師兄弟啊，好地坐低喺度煮酒論英雄咯。你俾 Mother Bumba 都帶住你走，甘唔甘心啊？我睇落去都好笑啦。呢2016輸到撲街嘅集團啊！你睇下策劃你出嚟，嗰種笨拙嘅情形，係嘛？我當然啦，佢如果想挑撥離間兩師兄弟嘅，梗係做到啦，係咪啊？但係佢又唔係咁高明喎，呢班人。而家最高明嘅就係乜？民進黨啊，人哋點啊？統一口徑啊，所有 attacking dog 啊，話誒郭台銘出嚟好啊，阿韓國瑜，我哋睇睇嗰個啊草包吳子嘉啊。喂，韓國瑜啊，同呢、這個啊，各種感情冷漠噶啦，冷漠噶啦，你睇下已經喺度挑撥離間啦，係嘛？所有 attacking dog 啊，都中意點啊？啊，郭董出嚟，因為郭董啊後邊啊，啊嗰啲咁嘅跑馬燈嗰啲言語出曬嚟噶啦，嗰啲大家知啊呢樣嘢。好啦，所以，到此為止今日。啊，正要啊講曬啦嚇。總結一句，民進黨喂個小人啊，黃家睇到啊，最歡迎郭董出選。如果郭董假如啊冇咗呢個大將攻下15城池嘅賣菜郎嘅話咧，郭董再見啦你，唔係咁容易選嘅，郭生啊，板橋雙雄。師兄弟一條心的話呢無敵。喂，假如啊師兄弟不合分的話呢 Congratulations Miss Chai The Conqueror 哇真係
蔡英文小姐就係又一次做勝利者。Mother Bumbra tried conquer。歷史會點樣講俾我哋聽？就睇你啦，郭山同埋韓生 ，Terry 同 Daniel 可唔可以坐低傾一傾？我再見各位，保重，打波，喂，打下高爾夫啦，或者打下太極，保重，有好嘅健康。喂，尤其啊，喂，台灣嘅韓粉同埋呢個波士頓嘅韓粉，啊，洛杉磯，啊，舊金山，你想聽一流嘅評論，請收睇，啊，草根笑談，再見。